茫茫股海，味觉难清，如何精准掌握趋势，寻求最大获利契机，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，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。欢迎收听股市甜心。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平化，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元熙刘副总刘老师，甜心老师你好，平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元熙老师哦，加拿好朋友来，指数放两旁，股票摆中间，尤其是标股，我们一定要摆中间，尤其是甜心老师给你的标股，你一定要摆到中间、中间、中间的位置来，标股都在我们家来，最长寿的股票，最好赚的股票，赚最多、赚最猛的股票都在我们家。近期甜心老师给您的长辈股，继汉讯一波140个百分点之后，豫邦100个百分点之后，又有一档长辈股喽，来这档 Wednesday 当当的2375的凯美，给那里涨停创高，正式荣登倍数翻，正式荣登长辈股了。还有呢，敦泰给那里也大涨创高，一波80个百分点，连涨得最慢的。我们这档敦泰每天吐起来、吐起来、吐起来，今天股价又在创高喽，这一波已经来到了80个百分点了，真的是太好赚。
太幸福啦！以及这两档哦，你放着放着不理他，8358的进居啊，光光这两天的时间就给您快两根涨停板了 ，day day 的时间也快要30个百分点了。还有这档我们的美丽嘉龙、美丽嘉玲4976的嘉玲，50块钱附近给您来64.1，今天涨停再创高，连续两天喷出两根涨停板，连二拉二，短短的时间也快要30个百分点啦，太好撑了，太幸福了，赚到发疯了啦！敦泰赚翻了，真的赚到病鬼呢！敦泰看到就是太幸福，真的太美满，哎，太好赚，太有福报，都把泰拿出来，都把泰拿来啦，真的恭喜大家啦，真的越赚越多了啦！敦泰其实哈，你要永远记得，要记得一个重点，我买的时候是多少钱？5字头哦，我永远、你永远记得我们买50的，50，你50块的时候避震器挂好了，对不对？乌啦，50块哦，十月再买哦，十月飙到12月，嘿那，哇，今天平安夜了呢，哎是哦，平安夜继续喷啊，继续的涨，50块买在10月，来10月、11月、12月，3个月，嗯哼，你给我3个月。股价变成5字头，喷到6字头，再飙到7字头，再飙到了8字头，92块钱喽！恭喜大家，越挣越多啦！你给我3个月，我给你敦泰好不好？好哦，我给你全世界。你给我3个月，我给你凯美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暴利就是等来的嘛，的对不对？敦泰80个百分点，凯美今天哇破100个百分点了，哇长辈股了呢。我问你哦，这是一天涨得到的吗？啊，不是哦，一天涨得到80个百分点吗？我们是有涨跌幅限制哎，真的。如果这时候对，今天就有客户说：“哎呦，老师，如果没有涨跌幅限制，我开心到爆了，这些喷到九霄云外去啦。”哎呦，其实你要去思考一下，这3个月后，我相信听节目的好朋友、听节目的粉丝一定通通赚得到。当然，我讲3个月的股票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如果这3个月我没有持续讲，我没有天天讲，你抱得住吗？抱不住啊，对不对？光10月底美股大跌2000点，你就抱不住了，吓死宝宝了，砍光股票清仓了，哎呀，头好痛啊！当时就再搭配个台股跌600点，天哪，我看空，我放空了。老师，我失眠，我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了。我那个时候就明确告诉你，买敦泰，哎呦，50块买来等就好了，买着放着不理他，下好离手就好了。哎，对哦，这么多动作干嘛？不需要，不需要啊。而且有一些大资金的好朋友，年纪大的嘛，对不对？哥哥，对啊，对啊，他喜欢这种就是下好离手，不要等，不要理他。哎呀，哥哥、叔叔、阿伯，然后还有欧巴，天哪！这一档齁，你要知道我在买的时候明确告诉你以外呢，我天天帮你追踪。如果你是近期才在买，近期齁，你买下去，近期你跳下去，我已经讲3个月，你现在跳下去，前两天记得吗？开高走低，有星期二的开高走低，股价齁一路从87这样刷刷刷刷刷76，76，对。来，如果你那时候砍掉了，如果你在76砍掉，哇！今天92了耶！哇，怎么睡2晚就变9字头了？如果你没有妍希在身边，哇，你一张差16000哎！哇，如果你有老师在你身边，你赚翻了！你这两天如果没有我在你身边，你光看前两天的走势，你就吓死了。你再看到今天，哦，宝宝心很痛，宝宝不能说，宝宝很想哭，宝宝不敢哭，宝宝有苦不能说。你光这两天一张差16000，好大哦！100张差160万，哇，趴下吹楼梯啊！大资金的赶快赚翻！站出来帮老师做转正，赚翻了！真的摊高并轨，有妍希真好，真的。今天客户就说：“老师，我在你身边真好，真的很幸福哎。”对啊，所以你有我在你身边，你不会放这种很严重、很严重的错误，不会，而且你会很轻松。对，老师买好买满不理他，很轻松啊，真的太幸福了。产业我也持续跟你分享，我说了嘛，他驱动了 IC 明年的需求就是大到不可思议啊。你要知道的是，明年的主力产品出货暴增，主力产品可以出货暴增哦，而且不止出货暴增，我还要涨价。再来呢，敦泰的老板就很明确告诉你，明年我要挑战联咏的市占率啊！你近期看到联咏在涨，问题是我们买敦泰啊，对不对？CP 值高，对，便宜又好买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这一段时间联咏
慢慢推，最近是慢慢推。哎呦，你看到我的敦泰喷翻了80个百分点呢、欸，连我也没有80个百分点呐、啊。所以我说你要在股市里面要满满的正能量，我要有远大的目标，我永远都要去吃天鹅肉。敦泰就是这样，就是喜欢他有这么远大的目标。所以我说我看的跟人家不一样啊。你财报你会看，我知道基本面你会看，我也知道。哎，问题是公司的未来前景你看得到了吗、嗯、对不对，就是这样的道理嘛、嗯、再来呢，新产品出货我提前告诉你为什么、嗯、新产品要出货毛利率是现有的 TDDI 的两倍、欸嗯、这个很重要、欸、毛利率倍翻，重复一次，毛利率倍翻、嗯、看回营收喷出去、嗯、看营收喷出去，看回股价飙出去，飙出去了，就是这样啦、啊欸、恭喜大家啦，越升越多啦。其实、哦、你会发觉我的节目很优质、嗯、我不是那种股票涨齁我才拿出来讲，你看这个礼拜敦泰涨多会涨。哎、欸、今天礼拜四，哎、欸、我们从礼拜一到这个礼拜都在讲、欸。从上礼拜就飙到现在了。啊、上礼拜上礼拜平高创高以后就飙到现在了。没错，一直帮大家追踪哦。对呀、啊、没有我在你身边你怎么抱得住、嗯、对不对，而且我不是说哦今天这样飙了，我告诉你近期我50块买的时候就在讲、啊、我十月就在讲了。十路帮你追踪到现在。近期我还一直跟你说法人最好报告月初。嗯出越慢越好，出越慢越好。有老师有说，所以我说你其实后操作后，你就是看好产业。你如果你整天等的新闻，整天等的消息，整天等的法人报告，哎，你就是买70-80的、啊，买70-80，你前两天你就被洗出去，就吓死了嘛。前两天被洗出去，你看到今天一张差16000，10张差16万，100张差160万嘛。如果你有50的敦泰，你怎么会在乎震荡？完全不在乎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说我的节目很好啊，很优质，很优质。我买完不止在节目分享，我在 LINE， 对，我在 TG 都有分享，我沿路帮你遮风挡雨、欸。我今天要说一句话，今天我要给粉丝一个任务哦，什么任务？我节目这么好哦，你不把我的 LINE 分享出去说不过去啦。我节目这么优质，我节目天天在跟你讲好的股票，这么标的股票，我持续跟你讲，你不把。那个 LINE 分享出去，对老师对不起啊，对不起老师，然后不分享，对不起老师，嗯，你更对不起自己哦。一定会有人问你敦泰，你怎么赚到敦泰的？是啊，你怎么赚到凯美？我相信粉丝听众通通都赚到，真的。我讲三个月了，你还赚不到，打屁股。你怎么赚得到五字头的敦泰到现在呢？对啊，你凯美四字头，你怎么抱到现在？到现在，因为有妍希在身边，没错。所以我这么好的 LINE 你不加，来今天去帮我分享，好哦。今天这几天的动作全部去帮我分享。分享楼上楼下亲朋好友全部分享，好哦！我的人数冲到一个比例以后，来下礼拜老师回馈大家好礼，哎，这样好不好？什么好礼？下礼拜我回馈大家元旦好礼，好哦。好，我在想说活跃好礼，老师，那礼物是什么？礼物是什么？静待下回分享。重点先去帮老师，对，你要先来做动作咯，动动手指头，把我们的股市甜心的 LINE 生活圈直接来做分享。不分享对不起自己，不分享你对不起你的主亲朋好友。要福气留一个缺口，不要自己赚。是，亲朋好友通通都要赚，一定要赚，好，非赚不可。来加赖，来财神爷降临喽！加赖的好朋友，我们的财神仙女直接来做报道喽。好，那么把赖带在身边，保命符带在身边，有加赖有保佑，有加赖的好朋友，让你事事顺心，让你赚大钱。来，赖的 ID 位置广中来告诉你喽。快进广告。02663032370266303237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您今天加赖了吗？有加赖有保佑，有加赖让你的标股一档档获利就是一波波。想要赚波段标股吗？想要赚到满满的真金跟白银吗？你一定要有老师在你身边，来先来做加赖的动作。加赖有加赖真的是有保佑，就像是我们的凯美2375的凯美，有加赖的好朋友，您可以买在四字头，您也可以。可以从当时老师请你买好买买买齐之后，一路抱着抱着抱着买到忘记 long bear gain， 从四字头涨到五字头、六字头、七字头、八字头，86.2，今天涨停股价再创高，正式荣登。
倍数翻的股票了，100个百分点。那么再来这档3545的敦泰，也跟你讲了好久哦。有将来的好朋友，相信敦泰凯美你一点都不陌生，你买着望着放着，一波也有80个百分点。再来8358的金居，4976的嘉麟，美丽嘉罗，我们的金居独立金居，短短时间也快要30个百分点了。有没有让你有将来的好朋友，真的是太幸福太好赚了。所以将来是基本款，将来很重要。甜心老师的好，甜心老师的专业，甜心老师的标股有多么的标，不用多说，您加 LINE， 您用眼睛看就足以证明一切。来 LINE 的 ID 位置给您，小老鼠 LUCKY777， 小老鼠 Lucky 777，有加 LINE 有保佑。来加 LINE 的好朋友，你可以直接来做分享，不分享对不起自己，不分享对不起你的亲朋好友。有标股当然要大家一起来赚，加 LINE 财神爷降临，加 LINE 财神仙女就在你身边，就让我们跟着甜心老师 LINE 在一起咯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台股投资华冠投顾，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延熙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，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。速播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-6630-3237，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想一手掌握满满的及时性、便利性、服务性最优质的股市理财资讯，现在就来到股市甜心 LINE IT 生活圈，给您 ID 小老鼠 LUCKY777，小老鼠 Lucky777。股市甜心 LINE 的生活圈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精彩节目开始喽！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，您加 LINE 了吗？股市甜心 LINE 的生活圈，请您务必要来做加入，因为呢，所有产的讯息、标的讯息，通通在里面。有加 LINE 的好朋友，你看看凯美这么好赚；有加 LINE 的好朋友，近期给大家的汉讯啦、玉邦啦、敦泰啊，真的是太好赚，真的是赚到太幸福啦！还有我们的金居嘉麟呢，都在 LINE 里面哦。所以呢，您要加 LINE， 而且你不止加 LINE， 你还要分享。你不分享，对不起自己；你不分享对不起亲朋好友，所以投资好朋友来老丁九老卡阿布加阿爸啊阿姨呀、啊、哈阿伯呀、啊，如果你直播不会加电话拨通，我们来教你。对啊，怎么加赖很重要。今天还没开盘，我今天还没涨停，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涨停了嘛、嗯。早上我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先预告给大家喽。对啊、嗯，而且重点是来哦，你加赖，嗯，你给亲朋好友加赖，是啊，你不用跟他讲我很会赚，不用，你不用讲妍希很准，也不用啊，都不用哦，你也不用讲。我很漂亮，不用啊、嗯，可以啦，可以讲一下，我算还可以看呐、啊。跟他讲我28岁 ，OK， 让他验证嘛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啊。你光看这三个月，我的 LINE，、嗯、我的 TG 还没讲多久了、嗯、，LINE 都有贴嘛，有哦，对不对？讲得很清楚啊。你有时候没有听节目，你往上滑嘛，嗯、对呀、啊，凯美一样可以往上滑，金鸡独立。金居也有啊，嘉麟、啊嗯、一样是有嘛，都是提前跟你讲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沿路保护你、嗯，沿路照顾你，沿路分享产业的讯息给你，把你的本职学能提起来以后，嗯、想赚多少轻轻松松啊，对不对？嗯、所以加赖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帮老师冲人数，我们刚好这个月在比赛加赖人数、哦，公司在比赛，加赖赶快来哦，来哦，帮老师加赖。帮老师一个小忙，老师下礼拜回馈你大大的好礼，大大的好礼哦。对，这个先让我保留一下。嗯、好，其实说实在话啦，吼你。你会发觉，如果你沿路看我的、听我的节目、嗯、看我的 LINE、看我的 TG， 你会发觉我就跟别人不一样啊！嗯、我不是那种一下 Murphy 涨，我跟你说有 Murphy，、嗯、对不对？不哦、一下子生技反弹，我跟你说，哎、欸，我有生技，没有、哦，没有啊！我光敦泰、嗯、讲这一个礼拜好了，敦泰我就讲一个礼拜、欸，有的，这个礼拜天天创高、欸，哎、啊，我十月讲到现在，现在耶，对不对？有的，我就一直告诉你以后，5G 放量，明年的产业很重要，5G 放量，晶片要。
要涨价，我讲多久了？好久、哦。对，被动元件也要涨价、嗯、，DRAM 也要涨价、啊，然后呢，车用零组件复苏嘛、嗯，电动车又成长嘛，你就聚焦，你就 follow 明年了。我给你的股票，通通都是 follow 明年。你看回来，来，你今天看到凯美涨停，对，现在全市场大家有被动，啊哈。我是现在才买的吗？不是啊，我七月买玉邦哦、嗯，听好哦，你回去听哦。嗯、七月买玉邦，有的十月带你买凯美巨鼎哎，对不对、嗯？而且我一直告诉你，国巨跟鸿海跟玉龙、嗯、这三大集团是联手的，三大集团联手就告诉你什么，强强联手。对。之后大者恒大，大者恒大以后，你看回股价、嗯、无限大，哇哦！所以造就凯美100个百分点喷出去了嘛？这是荣登长辈股。对啊，那今天的新闻又告诉你，哎呦，老师的看法又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国巨集团下的被动元件齐力新跟凯美要互相交换子公司，互相交换子公司，你就看营收嘛。因为凯美要并旺泉，那旺泉营收约40亿。旺泉营收40亿跟凯美差不多，卖掉博翰营收约20亿、嗯。你这个一来一往，嗯、一来一往，预估明年的凯美合并营收将至少增加50个百分点。所以你今天看到涨停啊，刚好而已，恭喜大家啦，越挣越多啦。所以不是说股票看到涨，不是说大家有被动你才冲进去、嗯。你有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低档买好、嗯、买满，孤独的勇气，不要理别人、嗯，不要一下这个涨去追那个。对。你要有孤独的勇气，没错没错。因为我在买的时候也不是马上喷啊，我也明讲啊、嗯。可是股票就是创高震荡，创、嗯、高震荡，慢慢的涨，突起来，突起来，突起来。对嘛、嗯？你要有孤独的勇气抱嘉玲啊、嗯嗯嗯，有。你要有孤独的勇气跟家人在一起啊。嗯、你看4976、嗯、50买进来等，今天快要64了，乌啦！今天喷了快要30个百分点，近期2天2根涨停，我就在低档买好，等什么？等题材啊 ，Apple Car 的题材一出来就。喷出去了嘛？啊，你是 Apple Car 出来了，你才在买了吗？不是啊，新版的啦。我看好的镜头，就跟你说嘉玲，跟你说新巨科，不就是同样的道理吗？你回去听11月中的节目，通通回去听，这都老朋友了嘛，对不对？再来金鸡独立，哇！你看到铜箔基板，现在大家在告诉你铜价上涨，嗯，有没有？有。现在很多人跟你讲铜价上涨，近期又告诉你金居，咦、欸，我金居独立那个图放多久了？好久了，哎、欸，连续贴图哎、欸，11月中就跟你讲了、哦，那时候股价哦很便宜耶、欸，3840很好买耶、欸啊，你动作再慢4142一样可以买、欸，随便捡。今天多少啦？今天报告53.5啦，又快30个百分点，好好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你买在低档，买在还没发酵的时候，题材还没出来的时候，你要有。孤独的勇气，为什么我很重视这一个？因为你不要见涨追涨、嗯，人云亦云嘛。就像前两天康大香在喷、啊，老师，你康大香以前好会赚哦、喔，你这次怎么没有买？好好喔、我告诉你需求的问题了嘛、欸。老师昨天有问，对呀、啊嗯，需求跟供给的问题 啊，我要看的是明年有成长的公司嘛。嗯、那你看，你既然。知道这家产业明年成长率会爆发，嗯、成长期会在明年。嗯、现在时间到了没？现在才平安夜，是啊，营收出来了没？现在在2020年还没哦，还没嘛。有时候时间点要去规划一下，所以暴利是等来的。你买在低档，你想要大赚；你买在低档，想要赚多少都由你决定啊。你可能会说，老师，我凯美赚翻了，嗯，我想卖一点也可以啊，你想卖一样也可以啊。可是重点是，你可以40几块四字头买的，你干嘛要全市场？在讲的时候，八字头喷冲进去，嗯，操作不是这样的嘛，好好好，对不对？全市场近期都在讲被动，你就现在冲进去，你我知道也会赚、嗯，但是风险系数你要把这一个吼概念压。加进来，所以我才会说节目要天天听，你节目天天听，你才知道未来的产业的变化是在哪里，对不对？被动这么强，你看到凯美喷出去了，被动这么强，我们玉邦都100%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你加赖通通很好赚，我的股票不是那种一天讲。跟你小打小闹、哦，我一天跟你讲一只，一天跟你讲两只，我不知道你怎么买啦、嗯，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报啊，我就是怎么讲怎么做，实在讲实在做嘛、嗯，通通都可以验证的啊，所以有赖验证好不好？好，我很爱哎、欸，其实加赖吼、嗯，说实在话，赖现在收费是很高的，哎、欸、对。
我相信投资朋友们都知道。是，哎、欸，可是这个钱我愿意花、嗯，为什么？我让福气留一个缺口啊！嗯、人生不是只有赚钱而已，赚钱对我们来讲不会很难呐、啊嗯。可是重点是福报，对，我们让福气留一个缺口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财师、嗯，你可以法师，嗯、你可以无畏师啊！我尽量能做的，我通通都做嘛。现在啊，是全民验证的时代啊，资讯发达，对嘛？嗯、所以你赖往上滑，你 TG 往上滑，我给你的就是有延续性的啊。不是涨一点，不是涨一块、嗯，不是涨两块。我常讲哦，其实我在这里也常跟大家说，你想要赚一块、赚两块、赚三块，我的 LINE 也可以看 ，TG 也可以看 ，FB 通通都可以看，都可以随便捡随便赚。但是你想要波段大赚，是你想要波段翻身，那、不就是挑好股票吗、啊？不就是挑好老师吗？啊、所以我的 LINE 让你验证啊。所以记得哦，今天的活动很重要哦，帮老师一个忙，让你自己的福气留一个缺口。下个礼拜我们等回来大赚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哦，感恩甜心老师，赞内甜心老师给您的标股就是这么的好赚，给您的波段股就是这么的让你赚的非常的幸福，赚的好轻松，赚的太愉快啦！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加赖是必须必要的哦，加赖是基本款，加赖是美德。来不分享，对不起自己之外，你不分享更对不起你的亲朋好友，因为有标股，大家一起来赚。那么标股在哪里？标股就在我们的 LINE 里面，随便滑滑滑滑滑，都让你来做验证。老师的好，老师的强，老师的专业，真的是不用多说，你用眼睛看就对咯。如何加 LINE 呢？来广告中告诉你咯。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。0266303237，0266303237，甜心老师的好棒棒，甜心老师的好，甜心老师的专业，甜心老师的功力，甜心老师标股的威力，真的不用多说，有将来的好朋友共同来做赚证。不止让你验证，也请您共同来做赚证。LINE 里面的股票随便捡，有没有让你赚钱？拢无。来，近期甜心老师的长辈股又多了一座哦，继我们的汉讯飙出了140%之后，玉邦100%，今天又有一档的股票荣登长辈股，它就是水当当的2375的凯美，今天股价涨停创高，正式倍数翻。所以呢，股市当中最长寿的，股市当中飙最猛的，都在我们家。有家来的好朋友，这些的股票通通都在里面，也包括了金居。今天股价再创高，才一咪咪又要亮灯攻上了涨停板，两天飙出了逼近两根涨停板。还有4976的嘉麟、美丽嘉罗，我们的嘉麟五字头飙到了64.1，近期两天更是喷出了连续两根涨停板。这一波段短短时间也快要30%，所以请老朋友标股真的不用言语多说，您看到你自然你相信，眼见为凭，老师怎么做就怎么说，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做，一路帮你追踪标股，相信你通通都大赚咯。来，赶快把我们的股市甜心的 LINE 生活圈带来身边，财神爷眷顾，财神仙女直接来做降临咯。 LINE 的 ID 位置小老鼠 LUCKY777，小老鼠 Lucky 777，有加赖有 Bobby， 加赖不分享对不起自己，加赖务必分享，把你的亲朋好友全部一次揪进来，大家一起来大赚咯。加赖冲人气，下周拿好礼咯。02-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，台股投资华冠投顾。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777，小老鼠 Lucky 777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新字第009号。